1.72米的河村永辉能立足 NBA 吗？首先明确一点，河村和灰熊签下的并不是 NBA 合同，严格来说他只能算一份条款，也就是训练营合同。在日本，河村能拿到1亿日元的薪水，但如果河村坚持留在美国的话，他的薪水只有10万美元左右，也就是说河村只能拿到日本1/7的年薪。但尽管如此，河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美国，俱乐部还为河村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。从今年的奥运会可以分析出，场均20.3分的河村在球权足够的情况下，面对世界强队有着顶级得分能力。2016年，郭艾伦在里约场均能拿到10.2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郭艾伦都被封为亚洲第一控卫，所以现在的河村永辉绝对不次于那时的郭艾伦。对阵法国，河村可以面对2.24米的文班亚马命中3分，再结合他40%的三分命中率，所以河村最大的卖点就是投射。但河村想要立足 NBA， 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：拥有无限开火权，球队愿意为他配备至少2位防守大闸。放眼 NBA 历史，小虫伯克斯、内特罗宾逊，他们都有非常顶级的运动天赋，但河村并不具备。后卫线上，灰熊拥有罗斯、小皮蓬、斯马特、肯纳德和莫兰特，球队深度非常出色，所以河村想要在这些球员里面脱颖而出，绝对是地狱难度。但即便是微薄的薪水，即便是难上加难，河村依然义无反顾地前往美国。他的前辈渡边雄太为了 NBA 整整努力了6年，这也是渡边最能赚钱的6年，所以这些日本球员真的值得敬佩。或许河村的 NBA 之路可能要比崔永熙还要艰难，但1.72米的他已经足以激励千千万万的日本小球员。